经过投票表决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韩正、孙春兰、胡春华、刘鹤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。魏凤和、王勇、王毅、肖捷、赵克志同志为国务委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、孙春兰、胡春华、刘鹤，国务委员魏凤和、王勇、王毅、肖捷、赵克志宣誓，由韩正秉誓，请宣誓人就位。请宣誓。我宣誓，我宣誓，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维护宪法权威，维护宪法权威，履行法定职责，履行法定职责，忠于祖国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忠于人民，恪尽职守，恪尽职守，廉洁奉公，廉洁奉公，接受人民监督，接受人民监督，为建设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，为建设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。宣誓人韩正。